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说，看到你真好。从你的心里面上面来说，好，再跟他讲一遍，看到你真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虽然疫情两年哈，我觉得好像把我们的这种跟人之间的关系哈受到一些影响，有没有这种感觉？你看到一个人从你前面走过来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啊？啊，好久不见啊！我意思说，你看到陌生人在外面走路哈，你看到一个人，假设他不戴口罩走过来的时候，你会自动的反应是什么？啊？赶快闪开，对不对？啊，大概我们华人会这样子哈。现在外面都已经这个不戴口罩了，所以你大概会感觉到非常不自在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疫情是怎么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爱神爱人的心不要受影响 ，Amen。啊，我们可以戴着口罩，但是依然带着一个火热的心 ，Amen。我们虽然是戴着口罩，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唱出赞美的声音来 ，Amen。今天是。这个 Palm Sunday， 好 ，Palm Sunday 就是这个翻译，中文翻译叫做宗之主日啊，宗之主日。这个马一直跳 ，OK， 好，那么在天主教他们是对这一个礼拜哈。他们非常看重的，所以他们称为这个礼拜叫做这个圣周 Holy Week， 或者是说这是叫做 The Passion Week， 受难周。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教的教会好像只有在礼拜这个 Good Friday 啦，还有这个在礼拜天的就是 Easter Sunday 复活节早上。我们来做一些的庆祝哈，好像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啊，对这一方面我们比较没有那么看重哈。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其实这个圣周哈，整个马太福音用了四分之一，马可福音用了三分之一，路加福音用了四分之一，约翰福音甚至用了整个二分之一的篇幅来记载耶稣最后受难的这一周。所以请问他重不重要？重。从他这个记录的这个分量就可以看见这一个礼拜是很重要的。耶稣来这个世界上面，其实他就是为了上十字架。这一个礼拜在耶稣在礼拜天的时候，就是今天啊，就是从这个 Palm Sunday 开始，他进耶路撒冷，然后一直到礼拜四他为门徒洗脚，跟门徒一起共进晚餐，那么这个叫做最后的晚餐。晚餐之后带着彼得约翰雅各到克西马尼园，记不记得在克西马尼园，这个他跟门徒们说，你们可不可以跟我警醒祷告一个小时，有没有片时，对不对？那门徒们呢，彼得雅各约翰呢，当耶稣去祷告完了之后回来经过的时候，看见怎么样，彼得雅约翰在做什么？在睡觉。好，所以这一段故事里面，我们大家都很印象很深刻。到了礼拜五的时候，晚上的时候，耶稣被钉十字架死，那么这个叫做受难日，是不是？三天之后，耶稣怎么样？复活了。所以那一天复活的那一天就叫做七日的头一日。所以今天基督的教会在礼拜天聚会，请你记得为什么不在礼拜六聚会？因为在礼拜六是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立法里面，这个是安息日，对不对？所以旧约的犹太教他们还是守安息日的。那么有一些基督教的异端，他们也是以安息日为他们的聚会的时间。但是为什么我们用礼拜天来作为主日呢？因为那是表示主复活的日子，七日的头一日，了解吗？ OK， 所以啊，这个请不要再提到说，哎呀，为什么我们不守安息日啊？这个问题哈，这安息日到主日啊，就是这样子这样一回事的哈。好了，来，那么接着我们看见
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请问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为什么今天这个主日叫做中之主日呢？ Palm Sunday 呢？为什么？好，你看见哈，这一个礼拜的时间啊，然后你看见呢，当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这些众人呢，他们就欢呼啊，然后他们就喊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驹，就是骑着驴驹子。”马太福音在第21章第5节记载这里，同时它是引用在这个旧约的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所以他们在那边呼喊，他们在那边说：“看啊，你的王。”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是以君王的身份进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世界上面的君王，以当时候来讲，罗马皇帝他进城的时候他怎么进的？应该是像我一开始放的那个什么，是骑马的，骑着骏马，骑着那个高大的马，骑着那个打胜仗的马，他这个浩浩荡荡的带着那个得胜的军队一起凯旋回宫，一起经过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大家在那边欢迎他，是不是？这个是世上的君王，就像这样子一样，是不是？世上的君王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是那种勇猛凶暴的。在那个年，在古代的时候，这些的这个君王他都要练功夫的，他都要会这个武术的，会这个剑术的，会骑马的，从小就要练的。他不是像今天的这个很多君王啥都不会干，对不起，他们以前的这个君王他很多东西他要去学习的，从小被教导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耶稣 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骑着什么呢？他骑着什么？骑着驴驹子。驴驹子是什么？驴驹子就是小驴驹，驴的孩子叫小驴驹，是不是？耶稣骑着驴驹子进来。所以在马太福音形容耶稣这个王的时候，他同时用了一个很奇怪的，可以说有点不太相称的一个形容词，说你的王来到这里是什么的？哎，你看过哪一个君王是温柔的？有看过吗？可不可以告诉我哪一个君王是温柔的？他说你的王来到。然后你看在撒迦利亚书第9章，我们一起来念撒迦利亚书哈，这个第9章，刚才我们这个我们一起来看哈，在这个上面有写啊，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预备，请。并且施行拯救，千千合合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你看见，他说你的王来到这里，在这个撒迦利亚书说他是公义的，在马太福音说他是温柔的，是不是？然后你接着看，他是公义的，并且他施行拯救，下面说什么？他千千合合的骑着驴，千千合合的骑着驴。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不是骑着战马，他是骑着驴驹子。他骑这个驴，这里形容说他是谦谦和和的，所以他是一位谦和的君王。世界上面的君王，这些有多少个你认识？有多少个你认识？猜一下啊，这是谁啊？这是希特勒。你看他的样子怎么样？啊，希特勒演讲很厉害的。我记得我到德国去短宣的时候，有一次那些同工就带我去一个，听说是希特勒当年在那个酒馆里面，经常在那边跟他那些的那些同伴在那边谈论这个国家大事的啊。他在那个地方，希特勒当时候我是没听过他演讲哈，但是他能够使德国这么样子的疯狂，年轻人愿意为着他好像是这个牺牲自己在所不辞，是不是？这些领袖有他的魅力，对不对？可是希特勒我们都知道，
它带给人类的是什么？是灾难啊，是不是？好，那这个人是谁？啊，列宁。他旁边的一个呢，斯大林，是不是？这是这个是这个 Russia 的，俄罗斯的啊，这当年这个二战的哈、啊。还有呢，最近一个怎么样？普京。哎，我特别找了一个这个照片哈、啊，比较像希特勒，有没有？啊，切留子梅，你有没有发现这一些的这些？所以最近这一位这个这乌克兰的布查的大屠杀哈。啊，哎呀，真是你看那个报纸上面形容，你都觉得有点怎么讲，都有点想要吐啊，就是那种残忍。其实还不仅仅他们呢，是不是？历史上面你可以看见这些暴君，这些发动侵略的国家都是如此啊，杀眼不眨人的，杀人不眨眼的，是不是？感谢主，表示你还醒着、啊、就是为世界上的君王就是如此，是不是？ 我记得我在看那个南京大屠杀的时候，那一个纪录片啊，真的是到现在印象深刻。哎呀，那个真是残忍，是不是？好，当然我们不要活在仇恨的里面啊！我今天的目标不是要挑起大家心中的这个仇恨了、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看见世界上的君王就是如此，他们不仅是骑着马，现在是什么？他们是开着战车来到你的地方。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耶稣不是，耶稣是什么？耶稣是谦和的君王。你知道，在历史上面，这个亚历山大可以说是。跟耶稣是有很多相像之处，他也是死在33岁的那一年。那么美国的一个作家，这个叫 Charles Ross 哈，他曾经写过一个短的文章来比较这两个人，比较亚历山大跟耶稣。他这样说，他说一个为自己而生，为自己而死，一个为你我而生，为你我而死，一个似乎活得轰轰烈烈，一个仿佛死得凄凄惨惨，一个统帅万军攻城略阵，一个孤独一人郁郁独行，一个流别人的血以建立自己的帝国，一个流自己的血为拯救世人，一个生的时候获得全世界，死的时候却丧失了一切，一个为了获得世人的心却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亚历山大和耶稣都死在33岁的英年，一个死在巴比伦，一个死在加略山，一个为自己赚取了一切，一个为别人献出了所有，一个征服了无数的王国，一个征服了所有的坟墓，一个是人却自认为神，一个是神却降卑为人，一个活着为征服，一个是活着为祝福，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亚历山大这一个年轻的他，你知道哈？我看他里面的这个叙述哈，他1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这个有一匹这个战马啊，一个骏马。那么这个骏马的这个父亲，他父亲是马其顿的王国王哈，这个骏马呢，他的仆人呢、啊，就是他那些骑兵呢、啊，上去哈、啊，上去一个被摔下一个，非常的野，没有办法驯服。12岁的亚历山大跟他爸爸讲说：“爸，让我试一下。”哇，爸爸想12岁啊，结果后来就好，儿子去。他上去了之后，他极力的去安抚这一个骏马，因为这个骏马看见自己的影子，他就发狂了，他不知道是什么。 anyway， 总之最后他的亚历山大把这个骏马征服了。他的父亲在他12岁的时候对着他跟他讲说，他说：“儿子，你的王国，他说你这个马其顿这个小小的王国容不下你，你的王国
比这个王国更大，十二岁。所以你看他在三十三岁的时候就征服了欧亚非三州。但是弟兄弟兄姊妹，在历史上面记载这个人的时候，哇，很了不起啊，可以说是历史上面最伟大的皇帝，是不是？ So what？ 亚历山大现在在哪里你知道吗？到今天考古学家想尽办法要找他的陵寝，找他的坟墓，找不到。我很喜欢去看坟墓，有了，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到这个莫斯科的红场去看过列宁的棺木，啊，列宁水晶棺木。我到这个尼泊尔去看，不是他的棺木啊，是看这个释迦牟尼他出生的地方。我到英国，我去看 John Wesley， 看这些很多很有名的这个当时候的那个年代的作家也好，或者是当时候的一些的有名的人士，他们的坟墓。亲爱的弟兄姊妹，再伟大的皇帝，再怎么样丰功伟业，最后是什么？棺材一副。棺材一副，切丢子妹，耶稣他是神，但是他来到人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马太福音记载耶稣的时候是记载他是君王的形象，但是马可福音记载耶稣的时候是记载耶稣是什么？是仆人的形象。所以在马太福音这个地方讲说，他是你看了你的王要来是温柔的，这个是在 马太福音的主题里面很不搭嘎的一个形容，这个应该是在马可福音去形容他的，是不是？但是我们这一位耶稣就是如此，他是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但是他又却是最谦卑最温和，他好像是一个奴仆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的是哪一个呢？你知道在穆斯林他们所信仰的阿拉里面呢，比较像是那一个这个很威严很有能力的那样子的一位的君王。阿拉对他们来讲是高高在上的，他们要绝对的顺服他，所以他们很难接受耶稣竟然钉十字架，你知道吗？你跟穆斯林有机会你去跟他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难接受这一点。对他们来讲，神怎么可能是钉在十字架上面死掉的一个人？不可能的，而且是这样子的一个好像是很软弱的一种形象，对他们来讲这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的奥秘，这就是奥秘，跟你旁边说这就是奥秘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所以呢 apply 到我们身上，你知道吗？今天这个世界强调的是什么？王，有没有王道啊？这个霸权，是不是生意大的就赢，是不是拳头粗的就赢？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基督的世界里面，耶稣所带给我们榜样是什么？耶稣靠什么来征服 人心呢、啊、靠什么？耶稣靠什么？靠爱。耶稣靠着死来赢得人的心，死就表明这是最大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生所需要学习跟效法的。好，那么接着哈，当耶稣进城的时候呢，当耶稣进城的时候，那么从这些其他的这些旁边的人，他们通通在那个地方喊着说，何撒拉归于大卫的子孙。有一首歌就是何撒拉归于大卫的子孙，有没有？有没有啊？下次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啊，可以雷列到这个地方，何撒拉大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把它当作这是一个欢呼赞美。其实它原文的意思哈，它原文的意思是从这个诗篇啊，诗篇这个118篇引出来的。所以何塞纳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刚才啊，这个何塞纳原文的意思就是救命啊，救我啊，这个意思。所以呢，当这些人喊说何塞纳的时候，他喊的意思说，我求求你啊，你来救我。所以他这是一个呼喊，呼喊这个呼喊得希望能够得到拯救的这一个用词。你要了解犹太人呢、啊，长期在这种这个外异族哈、啊、被这个被统治哈、啊、被这个经历了很多的这些的苦难当中，所以犹太人他们心中一直有一个盼望，希望说有一天弥赛亚，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要来。弥赛亚是什么呢？弥赛亚在他们的概念当中就是一个救主。是什么样的救主呢？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君王，是要带领他们要来这个恢复大卫倒塌的帐幕，要来建立一个中心的国度，使以色列人不再受强族的凌虐，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他们的概念，弥赛亚是这样子一个概念。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到，那么当他们呼喊说何塞纳，大卫的子孙，你知道他们期待的是什么？他们期待，他们当时所呼喊，他们期待的是这一位耶稣，就是圣经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来，要拯救他们，帮助他们，带领他们来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不再受异族异邦的这个统治。但是耶稣却骑着驴驹子来。因此当他们呼喊何塞纳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表明一件事情，到底耶稣是谁啊？对这些犹太人来讲，他们呼喊何塞纳。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呼喊耶稣的时候，你期待的这是一位什么样子的君王？耶稣是谁？问一下你旁边的人，耶稣是谁？耶稣是谁？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这个第一章21节，我们起来念好吧，来，预备，请。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当耶稣这个出生的时候，他的名字被取名叫耶稣，然后圣经就形容说，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是什么？耶稣就是拯救，耶稣就是救主，耶稣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是救主，但是呢，他又是和平的君王。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提到说，他本有神的样子，但是却是怎么样，取了奴仆的形象，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姊妹，我们无法去完全的明白这件事情，为什么上帝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但是当你越认识主的时候，你就越能够体会，是什么才能够使得我们这一个刚硬败坏的人愿意能够完全的降服跟随呢？不是靠刀，不是靠枪，不是靠拳头大，是靠什么？是靠着耶稣基督爱的激励。所以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叫我如今活着，不再为自己活，来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那么接着，好，接着你看哈，接着当这个
他们在呼喊这个何沙拉，然后接着说什么呢？他们说什么？有点好，你看一下哈，你看他何沙拉对不对？他说：“请你来救我，请你来救我。”所以呢，耶稣这一个，耶稣他的当时候这些人他们在呼喊说：“耶稣啊！”他其实在这喝里说：“哦，耶稣救我，耶稣救我！”因为他们是带着整个的那个整个民族的历史的那种背景，他们期待这位弥赛亚来拯救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你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又不是犹太人，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今天同样的，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是不是？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也成为神国度的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同样的，我们今天是不是像这些犹太人一样，他们带着一个期待的心，期待这位弥赛亚，期待这位耶稣来，要来拯救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不是在面临到一切的难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向谁呼喊啊？你向谁求救啊？人生当中会不会经历到一些的难处，你不知道该跟谁讲，你不知道谁可以帮助你，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有没有？我记得多年前曾经有一部这个基督教的一个影片哈，那时候的票房哈，2015年那时候的票房卖座哈，在第一个礼拜的周末哈，就拿到了全美国第一哈。接着哈，就是这个票这个卖座很高的哈。那这一个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部片子，叫《War Room》啊，中文把它翻成中文把它翻成叫做《作战室》啊。或者有的把它翻成战争房间，啊，中文怎么翻呢？哈，你不去看的话，你还是不觉得奇怪。什么战争房间？打仗吗？他其实是在讲，有一对夫妻，这个男的叫 Tony， 女的叫做伊丽莎白 Elizabeth， 男的是一个药厂的一个销货员，售货员，女的呢是做一个房地产的经纪人。他们有一个女儿，那这个家庭原本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产阶级一个模范家庭，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家庭后来夫妻之间开始有一些的问题，这个丈夫也开始有一些的这种外遇的倾向。但是 make a long story short 哈，这个太太伊丽莎白，她有一天，那么她碰到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呢，她说她准备卖房子啊，那么所以呢，这个伊丽莎白她就在这个工作上面，她是做 real estate 嘛，所以她就认识了这个老太太哈，是她要帮她去这个处理卖房子的事情，她就发现这个老太太哈，这是一个黑人老太太，那个这个家庭哈，也是这个男主角女主角哈，也都是黑人的哈，所以这个老太太啊，就跟他分享说他怎么样子啊，他说我常常在祷告的当中寻求上帝的帮助，上帝指示我，他就讲了很多他自己的经验，祷告怎么蒙垂听等等这些。所以呢，后来他就把他自己跟先生的跟这个问题也跟他分享。那么所以这个老太太就教他说，你要怎么样子，你要开始读圣经，你要开始祷告啊，然后你要用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丈夫啊，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很奇妙的，最重要的，他教导这一个太太，教导这个 Elizabeth， 你要祷告。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建议他说，你把你的衣橱去整理出来，弄成一个小小的一个房间，好像一个小空间，让那个衣橱变成是你的 war room， 成为你的祷告房间，成为你征战的房间。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就去祷告，就去那个里面，关在那边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呢，后来这一对夫妻他们因此就看见太太先改变，太太改变之后也影响了先生，先生也改变，这个夫妻之间重新他们成为一个重新和好，彼此认罪，互相的这个和好，这个家庭重新被建立起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后来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最后那个老太太，那个黑人老太太
在那边回到他的 war room 在那边祷告的时候，然后这个 影片里面就出现着一幕一幕，有的这些这个球队的球员，他们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子，在打球之前他们先祷告，就出现在各个不同的这个阶层的人里面，他们怎么样子祷告，借着祷告在他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得胜。所以这个老太太的祷告非常的有力量，非常的有能力，因为这一个老太太的祷告影响了这一个家庭，因为这个家庭也影响了许许多多人。而这个老太太并没有停在这个地方，她持续的在祷告，持续的在祷告，祷告希望借着祷告要来改变这个属灵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也正在面临到夫妻的问题？祷告了吗？你是不是也在面临到工作上面的难处？祷告了吗？你是不是正在面临到孩子教育的问题？这个孩子我该怎么教他？我已经没有办法了。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祷告这个功课永远我们都还有空间要学习，承认吗？我们在今天晚上开始，在这个整个受难周，我们晚上6点到7点，我们有一个受难周的全球华人的联合祷告会。我跟这些韩国的宣教士，他们是主要的筹办人，他们在加拿大办第一场，我们在这边办第二场。这中间我跟这些韩国的这些宣教士的联系哈，我就发现说，真的是为什么上帝使用韩国啊？为什么上帝使用韩国教会啊？哦，一件事情啊，这样子一个祷告会啊，我觉得按照我们的标准来做啊，哪需要花这么多功夫啊？哦，他们真的是啊，花功夫啊，在那个地方啊，然后祷告啦，啊，然后这个细节啦，等等这些哈。我很多年我跟这些韩国的宣教士、韩国的牧师们接触，我知道一件事情，他们真的是付代价祷告的。他们别的也许不行，也许讲道没有我们华人牧师的讲道好，也许他们的行政组织能力不一定有我们好，也许他其他的地方不一定比我们强，但是有一个事情，就是他们每一个牧师、每一个传道人都会的是什么？祷告。我看过有宣教士到了这个台湾去宣教，他中文都不会讲，他就参加教会祷告会、通宵祷告会、晨间祷告会，他什么祷告会都来，他听都听不懂。要我们的话怎么办？听不懂还去啊？没有这么傻的人吧？我们就是太聪明了。跟你旁边说不要太聪明，真的，我们有时候太聪明了，我们跟上帝很会算了。上帝啊，这个资金这样付出值得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灵魂在上帝的面前是何等的宝贵，没有什么不值得的。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中国教会在30年前，我到各地去听到的都是中国的早晨5点钟传来祈祷声。你现在再去看看这首歌啊，很少听到了。为什么？新的一代，还不要说城市的这一代，农村的很多也起不来了。中国的早晨5点钟传来什么声啊？传来呼噜声啊！啊，当然，比起我们北美来了，还是比我们强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可是我心中里面就是常常感觉到，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中国人，帮助华人在各地，我们成为一群祷告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你个人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儿女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一切的问题的答案都在耶稣那边？
你相不相信一切的问题耶稣基督都可以解决？ Amen。 但是祷告啊，是不是多少恩典，那叫什么那首歌，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你从小都可以唱这首歌了，诗班献诗也献这首歌，是不是耶稣恩有。他亲爱的姊妹，唱完之后有没有祷告啊？这个更重要，这个最重要，是吧？跟你旁边说要祷告啊。亲爱的姊妹，这一位耶稣，当他来，我们要呼求他，呼求他，何撒那，请来救我。当你碰到难处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说我的妈，你第一个想到是什么？ Oh my God。 我现在美国人流行的不是 Oh my God， 是 Oh my goodness。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还是希望我们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呼叫什么？ Oh my God， Oh Jesus， 呼求主。他们不仅呼求主，而且呢，这一个刚才这个经文里面就说了，这一个何撒那啊，这一个在他们这个地方呢，已经把它变成是一个欢呼的意思了。所以呢，这一位谦和的君王来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复活节要来了，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带着什么样子的心情呢？虽然这个 Good Friday 是一个受难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让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让我们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迎接这位耶稣基督。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这个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啊，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感谢、赞美、颂扬的意思。你看见哈，当在路加福音记载的同样这段经文的时候，那么是这样记载的哈，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人就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门徒们看见想到耶稣所行的这一切的异人，这一切的神迹奇事，门徒们就不由自主的大声的赞美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讲的大声赞美，赞美一定要大声，跟你旁边说赞美一定要大声。你跟上帝说，上帝你好棒，你怎么说？ You are good。 你怎么说？上帝啊，你好棒，很酷的样子，是吗？你要怎么说啊？你赞美他的时候要怎么赞美啊？主啊，你好棒，来跟你旁边说你好棒。就这样，我觉得哈，我们中国人呢，就是啊，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城府太深。讲好听点，爱你在心，口难开。所以呢，太太一辈子都不知道你爱她。如果太太在旁边呢，先生跟她说"我爱你"，哎呀！我刚刚踢了一个好大声，是谁讲的？啊，张牧师啊，表扬一下，表扬一下哈！哎呀，下次去了这个恩爱夫妻营会更好，哎，是不是？不容易，我其实也是从小是在这种环境长大，所以啊，要去表达那种爱意啊，表达这些啊，很不容易，需要操练。我操练了这五六十年了，师母有没有进步一些？有有有，像刘总，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阿们。我们对神对人，当我们赞美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要开始改变。当你 看见，当你面对难处的时候，你还能够赞美，你会发现难处会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心中已经被释放了。
今天很多时候问题不是那么大，但是你天天担心，天天忧虑，就变得越来越大。问题没有解决，你就越担心。亲爱的，当你赞美的时候，问题没解决，但是你的担心已经没有了，你的赞美已经胜过了你自己。而且你可以相，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在灵界里面，我们的赞美是击溃魔鬼撒旦的利器。 Amen。 有一次那个 Jack Heifer，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杰克海福德，他这现在已经是老牧师了，这么他早期的时候，他不是做了一些歌吗？ 最有名的一首歌就是 Majesty Majesty 那叫什么，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有没有这首歌？就是他做的。他就分享，他说他刚刚去，他在那个 Verna 的那个教会去的时候，那个教会是一个出了很多问题的教会。那么这个他去的时候，教会也没有多少人，然后建筑物也是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老旧不堪啊。所以呢，他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他每一次到教堂，他就感觉有一种很压抑的，有一种压抑，你懂意思吧？有一种的，好像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一种的压力，压抑。后来呢，神就这个提醒他说，你要用赞美，你要起来赞美。所以他每一次到教堂的时候，他就开始来赞美主，就开始来赞美主。在教会里面也积极的这训练，鼓励弟兄姊妹们敬拜，就敬拜。所以他们的敬拜很强，在美国来讲，他们也算是一个大的教会，有上万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啊，每一个礼拜天主日我们在这边的敬拜，你不要小看，你不要说哎呀敬拜，哎呀等唱完歌我再进来，就好像我们今天看电影都是这种心态，有没有？看电影你什么时候去看啊？从一开始播广告就去吗？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哇，这些广告商就是喜欢你们这样子的人。我通常都算大概十分钟以后，广告差不多了吧，是不是？好，再去。现在为什么你到教会来不能这样算啦？哦，敬拜时间大概到11:30。好，我11:30再来。听说没？你失掉了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不是？你听讲道是你听，但是你赞美是什么？是你向主发出赞美。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失去了，不要 miss 掉这一段时间。而且当你在赞美的时候，你不是说主啊，今天我心情不好，看看今天胡以康传道带的歌是怎么样子，能不能让我心情好一点？ No， 不是的。你来的这个地方，你是要来赞美他的，不是我的心情来决定我要不要赞美他，我就是要来赞美他。 Amen。 而且我实在说，赞美一定要火热，一定要大声，最好手舞足蹈。 Amen。 我记得我刚来灵粮堂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在台上跳的时候啊，有人跟我说，牧师啊，这些敬拜团在这边跳跳跳跳的，我觉得圣灵都不在了。哎，我第一次听过跳跳跳的圣灵会不在哈，我反而觉得跳跳跳圣灵来了。第二，当然我们不是用外在的，你懂我意思吗？可是现在就是会不会我们大多数是因为我过去的背景，我过去的习惯，所以当我来到教堂里说我是浸信会的，你到韩国浸信会看看，不是这样子的。我是长老会的，你到韩国长老会看，不是这样子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到韩国去，你看他们敬拜的时候都是这样火热的，不管是哪一个宗派。所以圣灵在那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期待圣灵来你才能够活泼吗？反过来吧，当你在这个敞开心的时候，你尽情的敬拜的时候，我自己的经验也，我过去带一特会的经验也是如此。当一群弟兄姊妹们他们在那边敞开心在那边敬拜的时候，往往是那个时候圣灵来了，不要等到祷告的时候圣灵才来，你懂这意思吗？我们的主是应当称颂的，奉主名来的，这个指的奉主名来的就是指的主，就是指的耶稣，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仅仅是在教会的敬拜，不仅仅是在小组的敬拜，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个人的生活当中，让赞美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阿门。门徒们在那边赞美神，然后你看最后，最后我们来讲讲这个 donkey 了哈。这个 donkey 你看一下哈，圣经里面形容说，当这些门徒们去牵这个 donkey 这个小驴驹的时候呢，他说，他刚才讲说，他说如果主人问你啊，你要怎么回答？你要怎么回答？啊？耶稣就告诉他说，你就回答他说，主要用他。跟你旁边说，主要用你。小驴驹从来没有负过恶，小驴驹是没有，可以说是代表着他是一个把他最年轻最强壮的从来没有用过的，代表是把最好的献给神。一个人的一个东西的价值取决于这个东西是被谁使用。我说明给你听，猜猜看这双球鞋是谁的。哦呦，还不错啊， Mac Jordan。 好，那么这个球衣呢，球衣是谁的？这球衣是谁的？这个球鞋这个球衣呢，都是 NBA 的冠军 Mac Jordan 他在1984年的奥运比赛他穿的这个球衣。这件9号的球衣在2017年被拿来拍卖，全世界唯一的这一件球衣最后的成交价是 27.4 万美金，不是卢布啊，27万啊。现在一件球衣，你去外面买一件球衣多少钱？30块了不起了吧，是不是？但是这件球衣这个球鞋，好，这个球鞋多少钱你知道吗？这个球鞋多少钱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好，反正也都很贵就对了。为什么这个球鞋，为什么这个球衣这么贵啊？为什么？为什么？哎，你有没有发现上面那个球鞋有点像我们送去墨西哥，我们现在送去墨西哥也说不要送旧的哈，对不对？但是他是 Mike Jordan 穿过的，这是世界级的名人穿过的，所以他值钱，你懂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再看看右边的这边，这些衣服是谁的？这应该比较容易猜到了吧？这衣服谁的？啊？这个英国王妃戴安娜，对。这三件的套装在2019年伦敦拍卖，结果以美金33万元成交。姐妹，你家里面有没有，不要说三十三万，你们家有没有3万块钱的一件衣服？有没有？3万卢布的，我现在不知道卢布要多少钱了哈。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么贵啊？为什么这么贵？因为戴安娜穿过。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这些衣服这些鞋子的价值不是它本身的价值，它的价值是因为它被这些有名人所用过。亲爱的弟兄说，你我生命的价值不是在这我们自己这个生命是像小驴子一样这么微不足道，或者是像一个骏马的时候这么样伟大，不是。你的生命有没有价值，在乎你是被谁使用。如果你被这位万王之王，这位万主之主使用，你的生命就是有价值的。如果你被耶稣基督所使用，你的生命就是有价值的。 Amen Amen。 好，那有一首歌哈，有首歌我们大家都也特别这个信主比较久的都会唱，是不是？年轻点的不一定哈，但是信主久一点都会唱，是不是？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
你看他出现了好几次，献你什么年轻的力量。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唱这首歌，每一次唱我心中就带着一个感动，主啊，我愿意，我愿意完全被你使用。可是当我来到美国之后，我发现唱这首歌的人的都不再年轻了。虽然不再年轻了，但是反而没有像年轻人说，主啊，献我人生的最好的给你。你连余生啊，你连残生都不给上帝用啊，你还要看上帝要不要用你呢？你懂我这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看见基督像保罗一样看见他如同至宝，你就会发现这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无法与这位基督相比，被这一位基督所使用，被他所差派，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 Amen。 北美的教会很难找传道人，为什么？因为大家不太愿意做传道人。为什么？人家要的找的工作是事少钱多离家近，对不对？除了离家近之外，其他两个都没有。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现在当然不是这个，请不要对号入座哈。我现在讲的是我看到一般的情形是如此，特别在北美，不管是华人教会或者是美国人教会都差不多。美国人教会稍微好一点，但是美国的年轻人现在越来越不愿意奉献出来了。当一个环境好的时候就会如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这一位主难道不配得我们的侍奉吗？这首诗歌也有一个见证在这里面。戴德森就是到中国去宣教我们都知道戴德森。那么戴德森他从中国回到美国的时候呢，他来美国访问的时候呢，在1888年的夏天，他无论到哪个地方去讲道，都有年轻人学生愿意奉献到中国传福音。所以到九月的中旬的时候呢，已经有超过40位男女申请加入中华内地会。最后呢，一大批的群众就在 Toronto 欢送这些宣教士，他们当时欢送八位的姐妹，六位的弟兄，这一共14位这个宣教士，准宣教士，他们要跟戴德森一同到中国去。在这个欢送会当中，有一个父亲送别他的女儿，其中一个姐妹是他的女儿。他在这个欢送会上他这样说，他说，我没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可以献给我的主耶稣，他要求我把最好的献上，我就全心把我最好的献给他。他指的就是他这个女儿。我想到这一个，所以后来戴德森他在这一次的北美之行留下了珍贵的回忆。他事后回忆说，他说，没有东西是太过宝贵以致我们不可献给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像年轻人的样子到前线去冲锋陷阵死在沙场浩浩荡荡，有没有？但是呢，我们也有像光能有力这个将余下的生命到这个德国去做这样子3个月的这个中宣，这个已经算是这个已经不算是全身奉献了OK。 但亲爱的弟兄姊妹，要不要付代价？要不要付代价？你愿意吗？从我们开始德国的施工到现在，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有2对夫妇以上，到现在另外一对一直出不来。人在哪里？连我们的余生你都不能够给神用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天盼望我们灵粮堂的弟兄姊妹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前坦然无惧的交账。主啊，你托付的我做到了，主，我毫无保留的把我自己的人生献给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说等到出去宣教，就从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开始，把最好的给神。 Amen。 清早起来最好的时间是应该给神的。 Amen。 清早起来第一件事情应当来先亲近主，把这个时间挪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奉献是不是也是把当下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愿意把你自己的全人奉献在主的手中？主啊，无论教会需要做什么，主啊，我都愿意。不要挑三拣四。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能够侍奉他是一个 honor， Amen。 能够服侍这位万王之王是我们的荣耀， Amen。 从第一天蒙召到今天，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中间虽然经历过不知道有多少的难处，但是我从来没有会后悔过，我从来没有说主啊你干嘛呼召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也侍奉他真是一个荣耀的一个道路。 Amen， Amen。 好，我们来唱首歌好吗？我们的回应诗歌那个高牧师，你会唱，你会弹那个将你最好的献给主吗？啊，没关系，那我们的回应诗歌是哪一首歌？好，来，好，我们去起立好不好？我们在这个Palm Sunday的时候，我们向主说我们欢迎你好不好？我们带着喜乐的心，我们来欢迎他。你在家里面也是一样，带着喜乐的心，每一天说主啊欢迎你，你欢迎你来充满我们这个家，让我们这个家充满你的同在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主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歇，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欢迎君王降临，王子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歇，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主，是的，我们欢迎你，
主，我们欢迎这位君王来到灵粮堂，主，我们欢迎这位君王来到我们的家中，主啊，我们欢迎这位君王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你来做王。主啊，让我们天天赞美祷告，让我们真是赞美呼求，让我们真是高举你，谢谢你，赞美你，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家庭都来掌权，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嗯。好，弟兄姊妹请坐啊。